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这节天气报告，我是李凤莹。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，这几天的天气都凉了一些，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，一起看看今早7点零钟的时候各区的气温分布。7点零钟的时候，各区的气温普遍就介乎在20度至22度之间。在大范围的卫星图像，我们看得到一道广阔的云带正是覆盖在华南沿岸地区，不过云层就没有昨天那么厚，预计今天我们都可以透过云层看到阳光。今早在维港望出都看得到天上面虽然比较多云，但也有些地方比较光猛。至于详细天气预测方面，预计今天会是大致多云，早晚天气稍凉，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最高气温会上到大概26度，风势方面是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，离岸间中会是吹强风。展望方面，预计周末的时候覆盖在广东沿岸地区的云层会继续转薄，接下来2-3天我们天色会好一点，到时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不过去到下个礼拜中期的时候，受到东北季候风补充的影响，到时我们会有骤雨，大家记住要留意天气的变化。这一节的天气讲到这里，再见。